节在去年隆重登场之后呢，荣获了各地民众热烈的回响。今年云林再次与嘉义县市以及台南市携手合作，并且扩大举办。明年夏至艺术节啊，这个移动剧场，我特别赶到刀郎火车头去车站上边啊，亲自体验了那种感觉，这个移动剧场的感觉，真济咱的乡亲朋友，尤其是父母带着小孩子，他们兴高采烈的对咱刀郎坐火车，要坐到新营去。沿路咧，也有真特别的这个剧烈的表演哦，掀起一阵这个风潮哦，大家非常欢喜，对这种的这个艺术表演的天气咧，充满了期待，也是可以说是叹为观止哦。第一年就造成如此的轰动哦，今年是咱的夏至艺术节第二年哦，我们一样有这个非常重要的移动的剧场表演。听讲，我那是秒杀啦！哈，不讲咱美丽的主持人就被看到还报过过哈，可见得啦哈，咱婚姻用心哈，对艺术表演哈，大家玩得非常兴趣的对哈，所以今年我们持续的来举办不但是供这个移动的剧场其他还有非常多的丰富的多元的艺术表演的这个内容在家啊，为了大家做报告，马上马讲今年。咱更加侪用心朋友，大家会当共同来参与对吼。另外就是讲，咱婚礼馆为着要鼓励咱遮个在地的表演的团体，有较侪的一个机会能够在各种场合呢能够拿出他们的这个成绩来分享给我们云林县的县民。所以咱每一年呢，都举办这个杰出的表演团队的评选今年咱有选出七个。团体其中包括的这个真云林歌、金云林歌、江永歌团哦，还有我们的云林五洲小桃园的这个杂工戏团，那各国板跳诶这个歌团哦，另外有我们云林的爱乐室内合唱团，那个都叫表演哦，这个云集的打击乐团，另外东东舞蹈团以及飞云舞蹈剧场。有这么七个杰出的表演团队哈，能够入选给他们那边进行非常先进的对吧？那么第一台公应届团队身负的传播艺术种子的这样子的重责大任，会当伫真济一个场合，不管讲是舞台，不管讲是街头，不管讲是都市，不管讲是草地都能够看到他们的这个表演，也让我们云林县民能够享受到这个艺文的一个气氛。所以我们今天真感谢大家亲自来参与这个受赠的典礼也期待今年我们云林县是一个艺术丰收之年大家共同努力，感谢各位，谢谢。